盘点小杨哥直播，反向带货名场面。Hello， 哇！小杨哥直播卖菜刀，老兄看啊！啊，来，这个不要是我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来，我们拉张纸来，看好了，我七七就这么一划。别急，别急，我们直播间是没有翻车这么一说。什么？这个纸可能有问题啊！我试一下这个肉，切肉，哎，你先切肉。哎，你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？发了一个小缝，看到没有？对，你看啊，不，稍微有点劲，哪有一点劲都不用了？看到没有？我们这样的，剁个骨头来啊，骨头来。骨头，对，我们剁个小一剁，我直接给剁断了，慢慢剁吧。你看看，好，这个头，对，我在这边，直接给这个品牌方直接拉黑。听众开个玩笑，给听众开个玩笑。好，来，我们换真正的一把刀。如果这个刀出问题了，他走不出这个直播间。对，我的妈呀，就开了。你别人妈呀是，你就这样是妈呀，一喊就好使。确实一喊。轻轻的拿在前面，你看刀背，妈呀，确实可以，兄弟们。哇！哎呀妈呀！非常甜啊，非常甜。啊，草莓本身就甜嘛，对吧？什么味道？有啥不说什么？甜就是甜，是吧？冻干草莓看。嗯。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甜酸甜酸的。甜酸甜酸的。草莓肯定很甜的，这么酸。越穿。我小时候最爱吃的，我上厕所我都吃的一个美味，叫做大包肉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里面本来就30包，但是小杨哥今天给里面放了70袋大包肉。我的妈哎！这真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它没有刀，它也没有肉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辣条。辣条39.99一袋，里面有70包，是70包吧？70包左右。今天想哥放一个锁，直接抢光啊！有哥，给你上3碗单，准备好。9.99包邮上车。这就是鸡毛，你胡说，你现在卖服装哪的鸡毛？啊，这不是鸡毛，这。这个、我们从这个缝剪还可以缝上，再穿呢。对，我的妈，好臭啊！哇，鸡便的味道，把这个品牌方直接拉黑。哎呀，我好，来我们下一个法兰林卡，法兰林卡的这个套路，某宝某东上面这一盒多少钱？1290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小哥给你们上20000单，我给你送一个水漾套壳，再给你送一个芦荟胶。好，再给你加一个养肤面膜，再加一个养肤面膜，再加一个套盒，再加一个铝套盒，套盒，再加一个芦荟黄瓜面膜，再加一个芦荟黄瓜面膜，再加一个洁面膏，再加一个洁面粉，再给你加个现场水。今天两个送这么多，真的啊，到手54件啊，1299，对不对？把这个1000去掉，299上车，直接20000单上车。不沾光，就是他不沾，怎么个不沾了？今天小杨给你们做实验，什么叫做不沾光？ 2000 years。好，好嘞，非常好，你看，拿起来一点。昨天烧太热了，去不去了？好，放原路是不会粘的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又看好了，别急，别急。啊，我就轻轻扑，一推不粘锅，轻轻那么一推，直接起飞，它会像一个餐巾纸一样飞起来。好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哎呀，小崔呀，地面看，好，你看了啊，收拾好了啊。
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要到了啊，是吧？啊，请你吹，请你吹，请你吹。好，没关系，不关啊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太吵了，外面太吵了，影响那个发挥。好，同志，啊，你们看好了，刚才我故意没有用力，啊，看个鸡蛋是吧？没有做任何手脚，我去检查。好，我请你看好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别急，看好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是吧？起了一点是吧？起了一点皮。哎，我最近啊，这个有点感冒，他这个啊，不大过氧。我弟他最近有点感冒，就是没有什么力气。你看我的，啊，那疙瘩的，我一吹就飞起。好，来，我看看喝水来。没事啊，放心吧，会翻车的啊！不粘锅他就得不粘。可以放个音乐，飞。吃越烫啊！就要跟你说了，慢慢吃。你看看，啊，没事啊，这个属于这个啊，不要去逆袭啊！大家去除了吃这个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慢慢的去咬啊，像我这样慢慢咬。你看，这短的你出吸这边。哎，你不是啊？不是啊，这个品卖不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这瓶卖了，来，我们下一个，这瓶卖不了，这瓶有点危险，是吧？吃慢点嘛，吃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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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连下来不能那么干啊！对，慢慢吃，一点就吃，不会尝，我们要，哎，对，一口一口一点，一点点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咬着吃，这牛肉呢？牛肉，今天就这个啊，十二盒，八九位又上车了。Later， 兄弟们啊，这个你看，我们一定要轻轻的放，就是这种习惯，你轻轻一碰它，或者稍微用力，它就爆开了，就裂开了。兄弟们看好了啊，不用冰的啊，因为它太熟了。大家听这个声音啊，你听不听声音？我给你拿近点，你听，咔一声裂开，扶着扶着这样扶着，因为它就变成两半会掉下来，这样扶，对，这样扶啊。看我的手指啊，我没有做动作啊，我没有那个什么的。兄弟看啊，我们刚才谈了太多次了啊！对，来看，哎哎，你看啊，来扶着扶着扶着，对，平常的西瓜你们是不是得切？我跟你说，这个西瓜，这个西瓜你轻轻掰个小口子，我给你看看里面，看，红红的，看好了啊，就给你们看这里面西瓜它都有多脆。你看轻轻一掰，你看，哎，轻轻一掰，啊，看轻轻一掰就开了，看到没有？看响子好轻好轻，你看，轻的都发抖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等一下啊，兄弟们啊，其实我没有掰，对，我的手疼，他没有掰，手疼，那我掰，好嘞，三个掰，你看我就很轻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轻轻，然后你看，我的妈，你看，好嘞，那个，我们来下一个品，来，看，哦呦。你看吧，哎呀，这个品牌方已经被我们拉黑了，所以我们过来拿给你们看看。啊，没有动手动脚的，来直接提。你看，你就这种提，你就直接提，直接提。兄弟们看啊，它还是很结实的，它袋子都没烂，袋子都没烂，但它盘子烂了。这是盘子。啊，重新提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啊。一定要慢慢提，慢慢提，慢慢提。好吧，两桶水多少斤？啊，二十斤呢。你说你垃圾袋没事装二十斤东西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就装装纸嘛。重来啊，我们重来，我们不会做，没有铁丝的啊，没有铁丝，没有铁丝的啊，没有，又是一个新的垃圾袋。好，来看，这也来了，兄弟们，你这二十多斤呐，拉了七八尺长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就这，就这质量，就这。我就这，哎哎，看看是不是都这
时候它才断，把这个品牌方直接拉黑。都拉黑呀，好不的，不拉黑啊，直接请到真可以的，这么样它才烂。兄弟们看到没？哎呀，东风衣，紫色、白色、蓝色，把这个拉链，我们把拉链拿。你可以让你拉呀。由于美女品牌方都戴着口罩，引起小杨哥的好奇心。结果，许了你这样，你看不出是什么感觉了。你不要老是弄碰你，你手你不是你。不，没事没事，真不用，来你也取了，取了。对，口罩就不用戴，直播间就不用戴口罩。哦，恋爱的感觉。像不像有一些男生，像不像他那种初恋？我是你个鬼，你这个糟老头，取话就好。好，你取了。我站在中间，我现在要直播，回去媳妇干啥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死了。兄弟们，我说句实话啊，咱们凭良心讲，我闻这玩意，我感觉咱就是这。对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女生为什么喜欢吃这个。你的，你不要当时这是别人吃的东西。但是你看一下，你再怎么做，你也要你感觉你表情放好，知道吧？你别人吃的东西，你看我，这个我刚刚嗓子里面卡了一个刺儿啊，兄弟们，很好闻的臭味。你看我们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个味道，吃起来香啊！我们吃一下，你看啊，我腐竹，等一下再吃，兄弟们啊！我说句实话，我真不吃这个臭味。哎呀，搞了吧！这个就是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。呛着了，不是难吃啊！怎么回事？你看，咦，冲了个痘痘出来，我的妈！这个锅，你把鸡蛋打上去，对，它需要油，你一吹，鸡蛋就飞起来了，就像一个气垫一样，就像一个纸片一样，直接飞起来。Later， 好，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！我现在看好了没？现在是这样的吧？我一吹，它就起来了。你让，来，媳妇吹一下。来，我媳妇吹。啊？因为它的气量太小了。对，好，现在看我，我只要一吹，来，媳妇来，不要放了，因为这个应该飞起来，会掉到头上去。飞起来了，看好兄弟们啊！我们今天准备了三个锅，这个没飞起来，下一个来。不给你点凉，多一点凉。吹不起来怎么办？哎呀，吹不起来，现场有多少人？直播一人送一个，你这有没有啊？人怎么没事？那你得搞上。没事，那就不用什么都搞上，你听他的呗。反正他翻车了，我们把他锤了。你来去，你我怕吹不起来，我就要打他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都感觉那么……哎呀，粘过来，直播间有多少人送了？就跟没长一样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是采用的五镍镭射钻石技术，所以说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。厉害啊！镭射带五个五镍镭射钻石炒锅，一个锅盖，再送你一个蒸笼，再送你一个奶锅，奶锅都没，再加一个蒸屉，这小锅了，再加一个小锅盖，再给你再加一个锅铲、勺子。这什么？也是什么材料？看一下，304不锈钢，两年内有任何问题就修再修嘛，不要修，直接换新的，在别人那里是一年，在小杨哥的粉丝这边是两年。你有病！那一年的雪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没事，没事，你看，没事，没事的，你看，看到没？
那一年的花间之旁留下太多愁。怎么回事？勇闯天涯，不是雪花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错与对。快快快，这瓶就好，你听我摸，这瓶肯定放心啊，这瓶不会冒的。只想努力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这比加了薄荷糖还厉害。最后多少单？最后五千单。最后五千单啊！爱恨就在一瞬间。这，哎呀，这怎么还有啊？放手机，直接放。哎呀！兄弟，我慢慢放，慢慢放。哎，来，好了好了。Later。来，放第一个。哎呀，这是普通的纸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普通的纸的质量。好了好了，对，这是普通的纸。来来，就放一个手机，它立马就烂。对，哇，一波，轻轻一波就开了，对，非常的甜。真的非常甜吗？记住你现在的笑容。你就看我吃的样，你就看想让它吃。哎，甜不甜？甜不甜？你看多大？对，一个你看，一个你看，这么大的橘子。你这表情也太真实了吧，哈哈，你粉色的很甜的，别是你胡扯，你怎么拿来骗别人？但杨哥，你还不信记住你现在的笑容，这是很甜的啊。哎呦我的、哦、看到那个样品的时候吃还是非常甜的呀。你给你播错了，给你播错了。哈哈哈，大杨哥还说很甜，这车都翻了360度了。酸成这样你怎么卖？那甜甜这么酸，甜的超级甜，你可能不甜就不甜。我们当时吃真的是非常甜的，兄弟们，我这个有啥说啥，好吧？酸就是酸，甜就是甜，但是我们当时样品寄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买还是真的是非常甜的。咱这个。也这么酸吗？怎么可能？扯吧！这啥呀？这酸猪猪！还有的伞，有的人遮阳，但是有的人是不是一下雨发红啊？这伞一拿伞，噗就吹反了。对，我给你看这伞啊，是不是有的人他风一刮，他伞就这样反过来了？看这个多阴险，你看到吗？啊，看我非常用力啊！好，没事了，兄弟们。他只是他能吹开，但是呢、啊、你看他不会吹，我一般吹不开，我是太用力了，你看到没？这哎呦，这肯定是能吹，但是不会坏。你看，你看没坏，你这一吹不就开了吗？你看我的，看到没？就这样，他还是没坏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，兄弟们？看到没？我就啊，视觉效果，视觉情况模仿啊，哦，挺彻底，情况模仿，来了，来舞蹈，好嘞，来给大家来段舞蹈，炸雷呀，炸雷。你怎么回事呀、啊，兄弟？他刚刚好像倒了那条鱼了。你可以，等一下，让我来。起来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兄弟们，这把子都给我搞断了，把子都干断了。哎，但是我们轻轻撇过来就行了啊。哟、你看你这是这个可以了啊？这个没事的啊。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用力太狠了啊。但是来，我们即使这样，看看伞，完好无损。我的妈，闪电是王，头一次遇到我翻不车不了的东西。来来，兄弟们，头一次遇到我翻车不了的东西。给大家看主要的功能，看一按就开，再一按收，我们再往地下里面一按收好，按收，
看到没有？好，给我，给我，来，让小孩再试一下啊！放过来，请开始。这个是烟，在哪儿呢？来，在哪儿？兄弟们，哎，你这以后不要卖这种东西啊，太累人了，想翻车都翻不了。我想翻车啊，翻不掉。你说可气人，真气人！别别别别急，看一下开关还有没有坏。你看，还好吧？好了好了，翻不了，你还是硬要翻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？哎，真是服你了！好了，我的妈！好的呀，你愣啥呀？你没完了呀！我的妈！好，收收收，再收，再按一下，往地上按一下，它是往地上按，这样更好，更简单，要省力，你知道吧？要弄弄弄，非要弄！等一下啊，这个，啊，没有，没事啊。你看看你，终于翻车了，兄弟们！就我这种是整他才翻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好，兄弟们啊，这场可以吧？19.9上车。六种颜色啊，上车了，你倒是上架呀！哦，对对对对。